大家好，我对我这个视频会讲中文。我那天在带主义的 channel 那边留言，然后看到有很多人讲，哇，莫比你会打华语字，妈的，我读中华读中了 ，OK， 你考得进吗？OK， 我这个视频呢，主要是因为中秋节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就想给你们看一下。你们收到的月饼跟我收到的月饼分别有多大，好不好？看看这个，这个是法拉利 Ferrari 送来的月饼，看到吗？希望大家看到，我调低一点好不好？对啊，我跟你们说，我的中文造诣蛮高的，好不好？好。至于这个怎么开呢，我就不是很清楚。不过这个你很明显是看到它就好像一个月球这样，然后感觉上也有一点像太空站这样的感觉，对不对？这个是月球法拉利，好像一个它的那个土库 4S 对吗？然后我觉得这个概念很不错，然后也很漂亮。它的整体你的那个你收到的时候的那个，哇，那个感觉是绝对撑得起法拉利这个牌子。我真的觉得构思这个的那个当然是我朋友啦，我也认识他，对吗？ Jeffrey James 唐奥。然后当然月饼通常都是四粒或者五粒吧，这一个呢我觉得是四粒的月饼，因为这里看到一粒两粒三粒四粒，只不过是中间这个比较高。然后后面这边呢，我觉得就是那些差距吧，对不对？应该不是，这两个是空的，这个是空的，这个我就不晓得。然后我还在怀疑要不要开它，因为谁没有吃过月饼，对吧？所以这个是难得的一个，怎么说呢，我很想尽快的把它开出来，把那些月饼就给它干掉，然后盖回去，然后就这么样的漂漂亮亮的保存着留着，因为这个的确是很不简单。我怎么看到一个开关？怎么会有？哇，这个我才发现，的确是月球的一个构思。哇，这个太屌，有够屌。来，再一张，呼，这个真的是一流啊，对吧？超跑就是超跑啊，我就不大去想开它了，因为感觉上就是开它的话总会对它造成某一程度上的一个损坏吧，对吧？当然我说中文是因为要祝大家中秋节快乐，无论你是台湾的朋友或者新加坡的朋友，香港人你好啊，中国大陆，对吧？还有世界各地的华裔，中秋节快乐，中秋节快乐啊！我平时会说客家话，但是客家话中秋节我就不怎么懂怎么说。我自己是福建人。来，我们来第二个，不多了啊，不多。我目前只收到这个，我不知道还有谁会送月饼来。不过，这个是麦凯伦的 McLaren， 这一个你从它的盒子那个 paper bag， 你就知道它是一体式的一个构思跟概念，所以我还是觉得这些牌子真的是有，怎么讲啊，属于这个领域的人在里面
感觉上就是不一样的，对吗？因为麦凯伦这个牌子，我知道它的 marketing 是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汽车爱好者。我想这个盒子不简单。哎，亚斯顿马丁的人打电话给我，等等啊。Yo, you made me thought that I'm doing a live video, because I'm recording a video on the Ferrari mooncake and the McLaren mooncake. I thought you bo song, you call me. 冇，我唔係做緊 live， 我係錄緊 video 啫，我錄緊，我自己錄緊 video， 我講緊嘢嘛。之後，哦 ，Ferrari 嘅 mooncake 咁樣咁樣 ，McLaren 嘅 mooncake 咁樣講，喂 ，Aston Martin 打電話俾我，冇啦，咁啱啫。係啊，有咩可以幫到你啊？係啊，識佢啊，嗯。OK 啊，冇問題啊，冇啦，我同佢傾偈咁樣之後，啲咪得咯，冇咩需要 draft 咩嘢啊，大家都知。同佢傾下偈，講下同車，講下點解係中意，之後點解佢會揀 Aston， 之後佢中意最中意啲乜嘢，之後講下佢自己嘅公司，佢自己嘅事業，佢自己嘅。你都要益翻佢噶嘛，係咪？你都要益翻佢噶嘛。佢 agree 上嚟 interview， 你都要 promote 下佢嘅公司噶嘛。啊，一定係咁噶嘛。係啊，佢嘅公司嘅名啊，係啊，冇問題嘅呢啲。嗰兩個靚女咧 ，Super Leggera 嗰兩個咧 ，DBS Super Leggera 嗰兩個，因為係咪呢種咁樣嘅 owner 係咪？佢有自己嘅 business 嘅係咪？佢就肯俾你 interview 佢。如果係，肯定唔愛嘅。佢肯定，我覺得啦，我唔知佢會唔會，但我覺得佢肯定會嘅，因為佢都係打工噶嘛。Yes， 太過 high profile， 好似我識一個嘅 Hitler marketing 揸去買 Porsche 911，佢講：寶貝，我睇咗你個 video， 我喺度心諗，哇，愛唔愛？之後你嗰個 Aston Martin 嘅 video 整到我就係、是、你講你 go all out， 佢就去買個911，我講：誒、哎，我同你影 video， 佢講唔得。打工啊！我邊度可以俾人知道我買 911 咯？咁樣咯，高職位嘅唔會愛嘅，自己 run 自己公司，佢要 promote 係自己公司嘅，佢就肯。OK， 拜拜。不好意思，麥凱倫，哇！這個真的是我有被他驚喜到，因為。怎么讲啊？这种盒子不便宜、啊，这种盒子真的是不便宜，而且你看这个纹，对吗？它完全的体现出了，你懂吗？你 McLaren F1 的时候那个裸里后面那个拖哥，像就有一种这种感觉，或者是你买车的时候那个车，那个 lorry 后面开那个车退下来的时候那种感觉，就看里面有没有一辆车，好不好？然后这个是铁的。这个是铁质的，所以这种真的是质感，你摸起来它的质感就是爽。希望里面是有一点橘色吧，对吗？麦凯伦的啊，看到了，灰色跟橘色。小卡片，让大家欣赏一下士力月饼。就看到那个车嘛，他这个蛮聪明的、哦，他没有说做额外的印刷，因为他这辆车他这么样子的印，就变成他怎么说呢？每一个可以调来放，哎也不是哎，它的上面是一体式的，所以他的确是哇，很下成本，看到吗？这里你就看到一辆。这辆是叫什么765 LT， 漂亮，起码这个我开到吧，那个我感觉好像必须破坏它来开它，这样子其实不舍得开了，里面就应该是哇麦凯伦。好了，就这里感谢 McLaren Ferrari 对吧，非常非常的精致、哦、好了，影片就到这里，所以这个影片也证实了
啊。如果说广东话的叫广东人，说福建话的叫福建人，这样我是不是叫华语人？那对中国大陆的朋友来说，我是不是叫普通人？好了，就这样吧，感谢大家。留言呢、啊？如果你喜欢我说中文的话，就普通话对吧？我如果录视频的，我比较习惯就是说广东话，因为在马来西亚，吉隆坡，尤其是吉隆坡怡保啊什么的，我们华人见到华人，一般开口第一句就是广东话，对吗？因为以前香港文化的输出，不过随着香港文化的开始，香港娱乐文化的没落呢，我注意到现在很多年轻人，就20岁左右的，哎，不大会说广东话。谢谢大家。When I switched to Romanish, in my case, I got 46-47% of savings、oh, for that time. Romanish was the only one that gave me 5,000 extra value to cover, yet still cheaper, a lot less. A lot Turn up! On the rise now. Endless celebrations all in my house. Levitating now, I'm super duper.